什么？还好。还好？为什么还好？哪里做的不好吗？手背。真的哦？你手背哪边你觉得还可以更好？高飞球是没接到吗？哦，那你真的哦？那你平常是怎么去特训自己的打击的？在家练，练挥棒吗？拜拜。哦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打棒球的？三岁。那你现在几岁？7岁。哦，那以后还想要继续打棒球吗？那有没有想要就是比如说喜欢什么球员，想要跟他一样？大谷翔平。哦，那你之后也会想要走二刀流路线吗？嗯，好，那你觉得这两天活动下来会很累吗？那还算好玩吗？就是这个比赛好玩哦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帮我跟镜头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黄豪烨。哦，那你是什么球队的？好棒。哦，那你今天好像有几颗手背接得很不错，你觉得你那个时候为什么可以接到那些球？因为那个球，我可以就是比较慢，那个我可以看它出来，它飞到哪里。哦，你说比较慢，所以你比较知道它飞到哪里才接到的吗？那你打棒球打多久了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十几岁开始。喜欢打棒球吗？真的？为什么？你最喜欢打棒球的什么？就投球跟手背。投球跟手背。哦，那你不喜欢打击哦？喜欢。那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球员啊，或是以后想要成为怎么样的榜样、怎么样的球员之类的？魏全龙的那个投手。哦，你想成为像徐若曦一样的投手？明天的比赛你们会赢吗？好啊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今天就先恭喜你们拿冠军，谢谢。想对觉得今天小朋友的表现怎么样？这样子。今天小朋友其实蛮不容易的，就是从第一场、第二场到最后冠军赛，其实选手的表现都有在平常的预期，甚至有在预期之外，所以看得出来小朋友真的蛮棒的，可以在这个这么高张力的比赛中能够表现出超水准的演出，真的恭喜他们。那有没有想要对小朋友说什么话？就是他们拿了这个冠军。教练很开心有机会带到大家，然后大家的表现真的很好。那教练也不会食言，因为有答应他们，如果赢了会请他们吃鸡排跟蒸奶啊，恭喜他们！教练这个钱花得蛮开心的。有，其实，在昨天的比赛就有发现，就是东元国小的球员的其实技术能力是蛮好的。那唯一我也跟小朋友讲说，我们能控制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手背的稳定性，然后跟打击的确实度。那今天蛮好的是我们在手背端的演出算是蛮稳定的。那攻击端也有确实的，就是有跟他们指示说，把球确实的打墙跟打在理想的位置。那所以说今天最后我们蛮不错，有第二局有一个7分的大局，那相对的守备的我们也守下来，那最后有精彩的赢下这一场比赛。对，可以解惑一下，就是这些河马们是怎么样的分别？我是真的蛮好奇，因为会让人有点搞不清楚，想说可不可以请教练介绍一下？可以，我们好棒河马俱乐部其实有分，目前有台北的分部，然后桃园，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新竹，那目前这个东海大学也有一个东海河马。那我们台北主要会区分是依照我们的程度还有年纪，分为可能基础班、加强班，还有所谓的竞技班。那针对现在小朋友可能他的程度，我们去安排在合适的班别。所以像这一次出来的，我们主要是以我们那个好棒河马，基本上他们目前是大概是在两支球队分布，对，刚好因为可能是一个是礼拜六的时段，一个是礼拜天的时段，刚好家长可以的时间，那刚好我们在赛前也会做一些集训，那整合大家去做初赛这样子。主要就是其实我们俱乐部的规划就是蛮完善，针对刚初学者，可能他们对于棒球还不是很了解，我们有一些基础班可以让他们先学会。喜欢上棒球，那技术当然是其次，但我们会希望他们从小先养成说，对棒球的乐趣，
那今天他可能进入到球队已经有一点程度，那他们会想要进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建议他是提升到加强班。那除了技术外之后，也可能会外出，我们像这一次我们就出来会做一些比赛，做一些交流。那经过比赛之后，他们选手经过比赛其实都会更认真在投入在训练上。那我觉得这个分级就可以让小朋友蛮健全的，是他的能力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让他去知道说他现在跟外面的球队的实力差，那如果不足的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有合适的班别去适合他们这样子。最后想为他教练说，因为就是小朋友的活动一定都需要很多家长的支持，对，跟就是家长之间有关系或者是怎么样维系或者是协调等等，会不会有一些遇到什么困难过的？其实蛮开心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群家长都对教练还有对我们俱乐部都是蛮支持的，这个蛮欣慰。那其实我们在平常可能在交谈或者是说小朋友的分享来讲，也都蛮愉快的。那这样子其实因为我们社区棒球最主要就是希望说这是亲子的互动，那不像校队，可能我们是为了想要未来是想要到职业或者是一些比较更高的技术。那社区棒球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一些多一点的亲子互动，就是在假日，像今天可以看到就是蛮多家长都陪着小朋友一起来看比赛。那其实在场下家长也会鼓励小朋友，那教练这边也会跟家长有一些交流，我觉得这个气氛球队的氛围就蛮好的，就不会很严肃的说，像可能过去在校队就是比较也刻板印象就会比较死气沉沉的感觉，对对，这样真对小朋友跟家长来讲都有一个不错的童年的回忆，这样子。